大家好我们初步成果就是今天我招募到了三个人，感谢支持。那主要我们今天主要做的就是把刚刚有投影的那个都市计划书 PDF 的部分把它生成一个网页的形式，那中间就有讨论到一些做法或者是档案格式，那主要就是我们把它做成了 Markdown 的形式，那把它 code 之后做成 Markdown， 那之后再放到网页里面。那网页有一个雏形，那大概会是这样，就是左边有一个目录，那右边就是点目录之后就会有页面。那关键字部分我们是用标注方式，那提上去之后就会有一些相关讯息，像准备地址什么，那之后就可以把它提进去了。那我们就会再指认一些比较重要的分支，例如说特别是自然环境调查，这个可能就会是一个分支，那再把它加一些补充资料上去，然后让读者就会 很快速的接触到更多的讯息这样。那另外也有讨论到说，就是在都市计划法规的部分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做进一步整理。那我是说默默的开一个都市计划小百科的 Facebook， 但现在已经没有内容。那光目编辑，请欢迎大家加入，谢谢。那另外就是在都市计划图部分，我们有研究一下都市计划图，因为现在其实政府的资料是没有图形的资料，就只是一个地图形式，就是 JPG 档。那所以或许可以参考这个公民地图，那去把它有点像 mapping 的 mapping 在 Google Map 上面，然后点了之后就会出现出分区啊，或者是一些统计域那些管制内容。那这个部分就是之后会再持续加强的部分。那当然最困难就是图资的部分，因为事实上里面属于有他们就有自己的系统啊，那怎么样去拉进来使用，是接下来有一个部分，谢谢大家。